的话，请聊一下管理，也是聊一下管理啊。然后大家给露西点一下关注，喜欢的话可以经常看一下经常看一下。然后下一支舞蹈的话，大家想要看什么舞蹈呢？达达达，我很少看跳舞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达达达是什么舞蹈。然后大家要是可以的话，可以接受一下。然后。
再郑重的说一遍啊，992遭收场控管理啊，咱们有意的话可以私聊一下二号麦啊，可以私聊一下二号麦，大家订阅一下992，然后给点点我的关注。然后下一支舞蹈大家想要看什么舞蹈呢？哒哒哒哒哒哒。还行吧，算不上零分。谁会是那张答案？We'll be right back.
啊，这首音乐呀，叫做《加特林》。大家如果是说想要看穿短裤跳的话，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露西的关注啊，然后就是每一天都会，就是都会，等一下，每一天都会在那个直播间表演的，然后这个来这个官方比较严，然后就会换上自己的短长裤，然后唱的话跳舞的话比较豪放一点，可以跳啊。欢迎小龙，欢迎小龙，小龙你来看我啦。然后大家就是我再打一下广告，然后那个992招收那个招收就旁边那个就不行了，招992招收那个管理跟场控，大家有意的话请私聊一下管理。然后我们下一支舞蹈的话，带给大家来一支影子舞啊。然后影子舞的话是全部关灯跳的，可能有些人看不懂，但是可以慢慢的看。然后喜欢我的话，把关注往上面点一下，把关注往上面点一下啊。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可以跳舞的时候给主播加把劲啊啥的啊。想要看我穿短裤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关注啊。短裤的话在自己直播间穿的。然后都可以看啊，达达达，看毛线，我都不知道达达达是什么鬼，行吧，然后我就先把灯关了啊，咱们准备第三支舞蹈，因为我也不给大家唱歌了，因为我唱歌属实是跑调啊。